你们看，凌峰山的结界就在山顶上。一会儿这样，我打头阵，夏林你在中间，曹云明殿后。 曹彦兵，曹彦兵，啊，我说一会儿你殿后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，哎，但是就是那个，我看这附近的风景也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先在这儿吃点东西再上路，再上去。我看不必了吧。 吃饱了和看风景应该都治不了恐高。恐高？嗯，你说我呀？嗯，哈，这高我是不可能恐的。你看哪次我出去不是找个最高的地方就站上去了？不是吗？嗯。嗯。其实这个山呢，看着高。 爬起来别多高，一会儿啊，你就跟着我，调整好步伐，调整好呼吸，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。走，拿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快点！这跤没有多高吗，北洛？啊，这明明就…… 曹彦兵，你还没爬完呢，赶快收拾东西吧。 飞洛，你说的这个结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就是这儿，穿过那块石头就是凌峰街了。哦，走吧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块石头每次只能过一个人。一次只能过一个人。 这么奇怪的规定，你都知道？看来北洛跟这凌峰街关系不浅啊。还好吧，我只是在那儿认识个朋友。还好是有多好？什么关系？男的女的？不回答还逃跑？ 他肯定有问题啊！行了，别八卦了，走吧。从山出来还是山，跟我们以前去过的镇魂街不一样。这座山叫凌峰山。 我们现在已经地处凌峰街的地界了。你们看，卧闻烈水长鱼出，喜看凌峰见胡飞。凌峰街，没错，这就是凌峰街。